能给我点盐吗？没盐了吗？嗯。那我说他有没有把他留下来，也不知道他是想干啥。这个总共就多少时间过去了？还有没有半条粮食？谢谢谢谢。嗯。他会感觉好看。啊，今天如果要减肥，谢谢谢谢谢谢，麻烦了。没事。哎，把那个，我给你弄点鱼干。有鸡就应该有。高。我真的受不了。嗯。我怕弄到我衣服上，这怎么就不值当的了？这。你们做垃圾去了，没事，给我的烟。没关系的。哎呀，鸡油一那么远。你中午在干啥？那你大人吃饭了？嗯，我都不放，我放的问题。儿子，你现在想给你换，你两位换，你有盐才就上来的。我就应该没有盐味吃的。不要给我放，我把放过来。我放的是醋。那你休息一会儿吧，我先吃饭。嗯。他的外套不能洗会掉色，让你多嘴。我算了。我的外套是绝版。你啥时候结婚？我出家了，别问我了。讲真的，我有的时候自己出来，我会有点怕，有点害怕。老板，能给我个碗吗？给我一个碗，空碗。来，自己来一位。好，谢谢。来。好，谢谢。这个是水吗？没有了，在外面就装。哦，行了，拿个蛋蛋。来个面嘛。哎，老板给我接一点水可以。来，这应该是在这儿放。直接放就行了。有点辣。我放一点，应该放。油了，关键是真太油。谢谢默默送的墨镜，谢谢。下面我们有条件的，我们上一下礼物；没有条件算了，没关系。今天本来就休息，今天不应该播的。我看我可以把这15块钱的饭钱赚出来了。谢谢心语，谢谢，站出来了，家人们，站出来。我这两天可能就离开成都了，家人们。我确实最近过得太无聊了，每天就健身、上课、健身、上课，我不想再在成都待着。谢谢。蹭我流量，谁让你在我那屋的？我都不好意思，哎，大家看一下，这是他的屋子，我的怎么了？臭死了！怎么了？要不是因为你这屋直播的这个电脑的光好，我才不想进来了。我刚进来直播之前，我喷了好多香水，因为太臭。没有，人生不只是需要爱情，还需要事业，还需要取悦自己。你恋爱谈的不开心就不谈嘛，我觉得做朋友就挺好。付了，老板。天津银行收款1.15元。剧本？为什么？我们在一起的时候赚的比现在多得多，好吗？我们干嘛要剧本？就是我们在委屈自己，然后在一起，我觉得那才叫剧本。
就现在就很和平的分开了。嫌哥哥多疼星星啊。哎，你非要说这些吗？非要讲这些是吗？没有没有和好，没有和好。眼睛是不会骗人的，还有爱。我是哪里表现出来了还有爱？我已经蹲在路边了。好，你要蹲在路边吃面。我的面已经吃完了。那你现在路边有没有卖吃的东西？你随便蹲在路边喝水可以吗？不可以啊，你随便买什么吃的都可以啊。这边没有卖吃的，这边有纯 K。欢迎一天屠龙哥。那你就，那你喝水吧。你要把你找一个地方把你的那个镜头立一下哦，你找一个地方把镜头立一下，然后要远一些，远一些，你要离镜头远一点啊。你要离镜头远一点，再远一点。你离那个车远一点，你会蹭到人家车了，又人家碰瓷你。你往那边走，侧着。好，然后你现在唱那个小可爱。刚没说这个。因为我刚说的是吃面，但是你逃单了，然后你现在就只能加一些其他的惩罚。我的小可爱。我的小可爱。你对着那个车唱吧。我的小可爱。我的小可爱。停了吗？还有一分钟啊。可以了，我已经做完惩罚了。好。哎，你平时很搞笑，也很能拉得下来脸，为什么你跟我连麦的时候你这么装啊？你装什么啊？因为我连你我都害怕，我他们老是骂我，不太。为什么骂你？他们我一连你他们就骂我。没和好，没和好，就现在已经可以很坦然的面对这个分手了。实在对不起大家，是对不起大家。行了，我走了，我手机没电了。好，再见。大家去看星星吧，我手机没电了。哦，拜拜。就是他前夫哥最后给他甩一波人。不用，真不用，真不用。你们今天不忙呀？今天不是周末吗？今天周四，周四都上班去了。太尴尬了，社会性死亡点，社会性死亡，社会性死亡。谢谢帅哥，谢谢帅哥。第二说吧，第二名说话吧，我不太会说话。没有关系，张叔，看到你都是赏心悦目。对，你好看，哪是信飞飞，真的是。再看看信飞飞吊个吊烧子爷，你往这一坐，你全都活不起了。后面冒个大紫光干啥？你紫外线杀菌呢？啊？但总在那笑。你给那真菌感染了，你多害怕，多吓人呐！再把灯快无心人，真是吵吵闹闹的。谢谢星星小月，一会儿让我蹭一下，你愿意蹭？啥实力？你可愿意展示？赶紧闭嘴吧。丢人败兴，你俩还说上人信飞飞了。母飞飞再怎么母飞飞，我感觉很正常。看你俩像陪葬品似的，后面那个背景，你俩是兵马俑啊，地道。你俩是哪个墓里头出土的？你连一次不接，连两次不接，这什么大腕啊？家里没有镜子，没有酿吗？照照自己，什么德行，什么样子？还有母飞飞，你像什么？说咱俩没说你。啊，你进来吆五喝六的，你这装上相了，哎，让你看8000人的直播间，你有啊？是你啊，怎么这么敢放屁呀？你低了个3000票，
我告诉你，我直播间现在实力，我只是给张叔一点薄面，我就是不给他薄面，我就是连他都抄。你怎么敢这样跟我讲话的，蛋总？那你们这些人叫什么？没有一点就是对我的感恩和感谢。你们在你们的朋友圈里面、交际圈里面能接触到这样的人吗？你不要再说我了，我现在要哭。能接触到吗？你们接触的都是什么？臭鱼烂虾、边角料、毒瘤，像你们一样的 BT。你瞅瞅你们三个，哪有个人形？那个蛋总天天起个蛋总很忧伤，你就长得就忧伤，你天天照镜子就忧伤，你还让人家照照镜子，你先去照一照吧。你天天玻尿酸把脸都打僵了，你一个互联网上装上颜值主播了。还有下面那个逗汉姐妹，你俩往那一杵像俄罗斯套娃似的，你一个小我臭胡播上了，你不行上了俄罗斯边界播吧，你给人展示，你说大家好，我们是逗汉套娃，立马给我闭嘴 ！Shut up, close your mouth, be quiet, keep silence。你给我，你怎么这么？我都已经叫什么？对你一而再、再而三的忍让和就是叫什么忍让，和就是礼貌。但是你从来都不知道就是什么叫做实力，什么叫做人气。我为什么说在这个时候愿意拉你们两对进来？不是说没有人拉，是因为现实中把你们当成好朋友。怎么还打上感情牌了？是现实是不想把你们当成好朋友，但是你们呢？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，过河拆桥三面两刀。所以说，你说你们三个跟那个厨余的垃圾、切剩的烂白菜帮、烂酸梨、烂黄瓜、烂番茄、下水道里的烂耗子有什么区别？你抓紧给我闭嘴！你不要脸，你不害臊，你没礼貌，你少叫，你说话低档低俗低级低级趣味，你全是低端主播，怎么能把你封号啊？感谢我男，感谢我猜，一点内涵没有，说我们相处都是边角料，你就是边角料其中的第一第一把交椅，你是臭鱼烂虾的第一把交椅，我告诉你信飞飞，别在那给我装装什么，你说上话了啊，没有电了，这是没有关系的。他们老说我，我说我真的没有电了，真的没有。没有关系的，有电没电的话都没有关系的。咱们还有十秒时间，哥哥们，十秒，咱们有十秒怎么了？有三秒又如何？你能赢啊，信飞飞！把母朋友们上票，咱们不赢谁赢了母飞飞？拿下！这第二发一下。谢谢我南总，谢谢我们小月，谢谢我南总的一路相伴。哎，谢谢他。装什么？谢谢。啊，感谢大家一路相会吧。谢谢。西飞帮我们拉点声声。下播了，我真的没有电了。刚刚都在骂我说我下播了。我下播了，我下播了。拜拜。